开始摆了，灯子在那里吗？欢迎使用美国漫游音响，蓝牙已就绪。我京东家电在这边开业了，哦。
对啊，随机起舞，开机起舞，我已经开始拍摄了，只要音乐一响我就开始拍了。但是我用那个镜头，这个应该是应该画质是最好的，目前没有之一吧。它花了我15000多买的，但是以前的7200上不了，我只能放。试一下，他们说违禁吗？非常好，那我试一下试一下。HM4 买了之后当天没用就坏了，搞坏了，修好了之后马上就卖掉了，原价卖的，那个时候加价嘛。哎，在我手上 HM4 没有工作一个小时，应该只用了10多分钟，我就买了卖掉了，卖掉了之后我买了一个 X3， 那个时候好像27000-29000，那个 X3 的话玩2-3个月然后就换黑机了，另外其他的镜头那些也是，但基本上没亏，玩投这么多钱基本上保本了，那其他的话就可以亏了，就是玩那些就都没有来，没事，好多人没来，就是现在 只来了一半，他没有三分之一都没有，他来的比较早，对啊，专业的在前面，连他们团队的那都还没来，像那个林真啊、阿初啊那都没来，只来了那个小宋、杨秀儿，有可能我这边之类，应该你们看画面应该有点会有点抖哦。我需要在装相机上面，相机上面有稳定器，它起到稳定的作用。然后我这个是放在把手上面，有可能就没有起到。但是我相机开了防抖，就是手机开了防抖，手机开了防抖。我的视频如果效果不好。这个大爷就是从海上的那个，鞋也碎了，拉出去。这我就需要随时走，不像三脚架了。那个变焦的在那个地方调就可以，但是手机直播的效果没有我这个老稳定器好，老稳定器
他的人近一点。现在人比较稀少，因为星期一的，还等一下，现在时间还比较早，等会人就多了。因为要到大家都要上班嘛，要不要去吃烧烤？烧烤，烧烤。我是用只能很简单的韩文、英文，问候你都不会，我都搞忘了。以前学过一个，日语有一点点，因为已经早就没用了那些。最简单的什么 morning 啊，早上好啊那些，这样Okay.
penyema bulan Soju ke limang basang Hingjing ti tamo modina Tala ki peke ti tamo
着啊，约着去爸妈各自的娃子。老了，那些书法子啊，约着去爸妈各自的娃子。
三个比较好用一些啊，用惯了那个不习惯用的。调频。昨天我拍到那个还在剪，应该有10多分钟。然后那个跟我阿兔，还有那个东西，还有那个叫什么东西？叫什么狗啊？有几个？哦，长城五十短板拍的。他算啥？慢的算了吧。有几根？你看，好东西。8:40，我在横街那边唱的，这边吗？我就那个女的，那个老师的。你修啊，你修。对。哎，快点。
是拿得出，有意思。小宋，今天那个人还没来呢。淑珍，他是淑珍。太远了，密密麻麻的，那手不怕，随便怎么笑了，应该真的像不像那个，像毛毛雨。
原来看了民宿在那说不成的心，原来看了民宿在那说不成的心，下雨了，毛毛雨。我也怎么把它罩住了？都是泰山，真的是。这个位置也最好，一零七说的最好，然后这边灯也不行，对。中，你听那个雨啊，哗啦哗啦的。不是，这个这种情况比较多，一般都遇到很多次了，肯定是会跳完了，只要雨这个样子小了。
熊了，下雨了，我们看一下时间啊，反正啊，来。下雨，因为那边接电源、接的那个就线那些插板都在路外路的，所以有点还是考虑安全。结束了，雨太大了。因为这个插板连那个有几个插板连在一起的，然后它那个应该是下雨的话，应该会被比较短路那些。哎呀，又下雨了。收呀，还有半个小时。把线索。哎，我的灯孔因为雨下大了吧，音箱坏了。呀，没有，音箱肯定没有坏的。不是，我就是怕大雨大，怕把音箱砸坏。我不行，我那个人我穿的白衣服今天不想不行，好水了。你有伞吗？我没事。那我跟你啊，我坐地铁。我超上有伞，我靠。下雨了。就是那个。今天没，只是拍了把那个 one house， 不是 my my camera is my apartment。这个袋子好。哎，装的，谢谢。哎，走吧。那个拿一下。camera is。那这个怎么说呢？含一下。那稳定器 DJI 还没有 problem。你提过去吧。Different one is important。在哪里？现在哪里？上面的。楼上开的去了，什么玩意儿？电线装到那个袋子里边。它音响要防水。怕雨，怎么会呢？那不是怕雨，怕雨，每天都不怕雨。开玩笑的。那个是谁的东西？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工头，你工头没有？他们说电线，他们在说电线那些。那个是谁的？这哪个骑的？快发一个！发到群里边。快发！应该是骑电瓶车的。发一个看是谁的，不然那边装的是包包里。发了的。我把相机关掉算了。你的伞在这里，算了吧，那变个出来玩玩来。你看，在这口袋里，挖住呀，放到口袋里去。哥哥，还有不？给他捡着吧。对。怎么这一个呢？快进去。真不错了，谢谢。那个骑电瓶车了，咋的？你把那个东西。姐姐，回来呀！过来呀！过来呀！你买东西。他没有，没关系，这里是明的。赶紧回去吧，下雨了，没事，我们还要做音响。过来嘛，就。这个呢？车子没开过来吗？咖啡厅吗？嗯。避他吧。行。啊。车子开过来。啊。快了，走了，我去取车了。哪儿去了？啊，咖啡厅。啊？哎，关门。你好，走。没丢。先走了，你来玩玩。那下雨啊，机器全都湿了。相机那些全部湿了，镜头也湿了。存在那个防水的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对这个 A1 那些性能还是挺了解的，淋得好了，吃了淋雨没问题。现在关掉，关了之后